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感谢粉丝对我的长期支持以及喜爱。谢谢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帮助爱看我视频的小粉丝盘皮肤啦。这位小粉丝呀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想要20个迷你币。哦，20个迷你币够干什么呀？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鸽子哦。我是那个经常帮助爱看我视频的小粉丝盘永久皮肤的鸽子，我相信下一个永久皮肤肯定是属于你的。这几个小粉丝呢，他不是我的粉丝，但是呢，我在评论区中看到了他们呀，他们有评论，但是呢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因为你不是我的粉丝，所以说呢，我是不会帮助你的。我们今天呢，来看一下这位粉丝呀，他的话只有5个免费的皮肤，但这位小粉丝呢，他没说他想要什么皮肤呀，他只想让我送他20个迷你币，那这怎么够啊？我怎么可能只送你20个迷你币？看我的魔法，给你变迷你币。OK， 好了，经过我的一番超能力以后啊，这个200个迷你币呢，已经给他充值到账号上了。当然呢，他只想要20个迷你币啊，那么我呢就给他送他10倍吧，就是200个迷你币，希望呢他可以买一点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冲云霄呢和大无畏啊这两款变形金刚皮肤呢已经上线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这两款皮肤吗？如果你们喜欢这两款皮肤的话，你可以给鸽子点个关注哦。我呢也会抽小粉丝送变形金刚、大无畏和冲云霄的皮肤的。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啊，已经给这位小粉丝把迷你币盘到账号上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啦，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